上课喽！那大家晚安，大家好，我是铁花村的节目执行，我叫 Gagami， 嗨。嗨。那先简单跟大家介绍今天晚上的节目，分别邀请到了两个不同族群的年轻人来带来他们的歌曲，还有他们想分享的音乐来做演出。那上半场是来自于Binaski 部落的卑南族青年，他叫做少琴，然后他现在又有参加铁花村的一个课程，那希望他可以带来他的音乐作品跟大家做分享。来下半场，叫做 Dagio， 是来自于成功镇杜立部落的一位非常有为的青年。大家若是夏天啊，想要有一点冲浪的行程，等一下可以就是私底下找他。他本身又从事一些海洋方面的娱乐的业务吼。好，那等一下呢，大家若是很喜欢两位表演者的演出啊，在大家的右手边的喇叭下面有一个赞美箱，就是橘色的灯那边。赞美箱的含义就是你喜欢他们的演出，想给他们任何的鼓励，然后就可以投入赞美箱，可以投卡片啊，或者是他们可能若是许愿口很渴，你可以投饮料啊，放不下的话，那个木桌就可以直接放上面，没有关系。实际一点的话是投钱啊，或是你想要跟他要电话，你可以把你的电话写给他，就看他要不要打给你。哦，好，这样听懂吼？好，要去厕所的那边走，有一个水泥建筑啊，粉红色是女厕，蓝色是男厕，就有那个牌子，记得不要走错哈。避免就是看到一些不该看的画面，口很渴的吧台一样的方向在那边，有领到号码牌的请记得吼，就时间到了要去吧台领饮料，不然你的饮料可怜啊。等一下会有一个中场休息，所以大家中场休息就是太无聊啊，想要买一点就是好玩的东西的话，可以逛逛我们草地这边的慢市集，以及我们铁花村的铁花好店，有贩售非常多台东在地的文创商品，以及铁花村本身就是自己开发的一些明星商品吼。好，那就欢迎大家多多的贡献大家的荷包，一起促进我们的经济发展，耶、yeah! ！好，那就请代表台湾好基金会与铁花村欢迎各位今晚的来，那我们一起掌声欢迎少琴。